兄弟们，王者荣耀抢先服6月16日更新了。这次更新后 S28 赛季的战令奖励也出来了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是精英版的英雄六选一宝箱中的六个英雄分别是露娜、周瑜、马可波罗、孙策、鲁班大师、李元芳。六选一的皮肤宝箱中的皮肤分别为达摩的大发明家、安琪拉的玩偶对对碰、花木兰的兔女郎、李元芳的特种部队、梦琪的美梦成真、司空镇的启哲。推荐选择兔女郎和大发明家，毕竟点券价格摆在那里。接着就是进阶荣耀战令奖励，一级奖励的战令皮肤是王昭君的午后时光，勇者品质特效以金黄色为主。故乡的梅花开了吗？80级的战令皮肤是狂铁的电玩高手，史诗品质特效和鲁班的电玩小子差不多。危险和成就同在，难度与奖励并存。姐们想去世界的巅峰看看，傻瓜！战令星元皮肤则给了阿珂的暗夜猫娘。相比原色的暗夜猫娘，战令星元皮肤的特效更加金黄。以上就是 S28 赛季的战令奖励大致内容，小伙伴觉得如何呢？收割你们的心。